算是很特别，有没有？长得是貌不惊人，一出来我卖揶揄他，现在真的要叫一声大师了，真的厉害。徐哥，徐哥，十五岁有85岁的老成，对，有没有看到他的声音？哎，这是怀念的音色哦，像老唱片出来的，那个音色完全就是黑胶唱片，30年代、40年代完全一样。而且他很厉害，是那个时候那种 Enga。
他的转音啊，对，要很到位，他好厉害，很漂亮，那个转音转的也很好。前面这个，所以这个歌是日文歌曲，文夏老师他们把它填词重新唱过，在台湾当时啊，哇，那卖的疯掉了，是啊，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，太感人了，因为一开始出来以为他是来搞笑的，对的，对，以为你是说搞笑的，对，然后又选了一首老歌，啊，年轻人唱老歌不搭不紧，没有想到他一张嘴一张口以后不得了，真的仿若天。我很好奇，你是跟着老唱片学唱歌吗？对，一张嘴只有 一只蛤蟆才一张嘴，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乒乓乒乓跳下水呀，蛤蟆不吃水太平面。所以我强烈的建议他去找老师看前世今生，我认为他的前世一定是一位演歌歌手哦，应该对，真的，因为很少见说这样的年纪哦，能够有这样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圈子的一种方式，重点是他浑然天成。对，你不说你他也不是被逼的，你平常不会都是只是听这些歌吗？你会听周汤豪睡到分手吗？不会，那个，那你都听一些比较以前的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最新的歌有听过什么？最新的永保安康有听过吧？笨小孩有听过吧？打到我们新北，他是很诚实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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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？你才对嘛？但是那首歌也三十年了，二十来年，也快三十年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某位演歌歌手哦，借尸还魂，那不行，那我本来他想说我们逼他去学小幸运，但小幸运这个歌没有是不是这样夜晚你才这样想就红嘛，对不对？小幸运好像比较小幸运，小幸运讲第一题，第一题老师给他唱一下来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是在电话，小幸运，给他唱小幸运真的 OK 啦。离婚花球，来小幸运试看，好来。哇，这个老派唱腔呢，哦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？小心你不要烫起来，烫小讨厌，还有他有多不幸一样，小讨厌。没赛，没有没有，他就是要唱这个版本，好讨厌，他唱老歌。这个版本很像用二胡拉的，有没有？对，知道哎，那个感觉啊。没有，他住一个老灵魂。对，哦，住了一个老灵魂。这个听鼻涕都会生气。现在正在我很少录影录到最后想要安口的，对呀，对呀，反正给大家带来欢乐嘛。日文歌曲最会唱是哪首？最拿手，熊高一熊拿手，因为观众朋友看到这里一定，哎呀，怎么可以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亚瓦的。哑巴了，睡这条睡，直接来，来来来。卡斯托莫纳，我梦为不拉开哟，马克的摩托摩托，可能没。